前就系新面目。众官齐集御酒房，一清还债呀呀。公主对公规而犯，都未敢稍微。有请罗师臣，穿千条胡马舟，誓言双癫。知道。哎，皇上有旨，穿千条胡马舟，誓言双癫呢。所惊者，乃是惊皇上借帝女花沽名钓
萬民，借帝女之花可以把全國為民收復。啊，公主雖然弱質纖纖，年方十六啊，若果能夠權衡輕重啊，你抵得十萬之功。你說話小心啊，朕驸馬。Oh, my God.
话先安全台富，后息再酬人，然后百般入字，我鬼齐你我。
可以见到哀家笑。怎么样啊？就会对皇上的心悦诚服啦。但系如果见到哀家喊，又怎样啊？就会对皇上的心怀怨怼。想长平一生善解人意，我宁今不以笑面报君王。长平公主，你聪明就即是聪明，你与嗰个王驸马真是有天渊之别，难怪从政在生对你特别痛爱。好啦，孤我寡我。愿意代替崇祯，将你终身抚养。是皇上。哎，皇上，我都已经拜上金簪，何以未见你攀下诏书，更未见你劈开金锁？哎呀，皇上，我而家都不禁悲从中起了。我的眼泪都忍不住了，我一喊亲，怕只怕会惊震朝方。皇上，哎呀，我哋公主啊，真系笑紧都可以喊噶。阿皇上，你何不颁下诏书，以慰嗰啲为臣所望？哎呀，皇上，想太子年方十二，纵使潜龙出海。因为必会腾达飞翔。Thank you.
世子去上事院吩咐兵部派人马护送之子到河州便罢了。昌平公主，你所要求的事情我都一一托你做完了，你应该与驸马立刻成婚，得面赴两婆的仪仗啊。昌平终于敢作揖皇上御前，难得你答应我将花烛宴设座于华宫外，果处虽是花门并太严，但你谁教我堪将好啊。多謝在座各位嚟臨嘅觀眾，多謝大家，祝各位晚安，拜拜。